蜜月化妆师真的是会一部让你非常非常惊奇的电影，因为它不但讲了一个我们大家平常很少会碰触的电影，而且它其实会带了很多很不一样的观念在里面。最重要是它的剧情当中其实铺陈了对生命的探讨，以及对感情的一个很特别的同性的议题的论述。它不但是一个很特别的类型，而且它还非常非常的浪漫。他们对感情的执着，我觉得是一个，我觉得对于人是一种很动容的感觉。隋唐跟谢欣颖真的是天生的明星跟演员。唐唐在里面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打动我。面对我，有这么难吗？两位女主角的表现都非常的优异，然后会让人很想。在大荧幕上面出现，我怎么可能离开你？他的题材、他处理的手法，还有演员的表现，我觉得都很具可看性。这些演员跟平常看到他们的表现都差很多，导演有把他们的潜力激发出来。非常好的导演，他把一个悬疑片恐怖悬疑片拍得非常浪漫。吴中天的部分就是他演出那种心灵是那种诡谲的感觉，很自然流露他的真情感。你觉得他爱我吗？我觉得他在一些画面和在镜头的处理上，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一些非常新的、一些很不一样一些画面的呈现。化妆师拍得非常的成熟，非常好看，非常悬疑，跟以前的国片不太一样啊。他真的 很希望大家一起来看，真的好看，很诡异的类型。那这也是国片应该第一次这样的尝试。我最喜欢这部片的氛围，我觉得我很喜欢它的鬼调。希望就要看这一代的新生代的导演、演员、摄影，我非常高兴，要推荐给大家，大家快来看《命运化妆师》。